我是钟晨，今年26岁，从第一年参加还是一名大学生，转眼间5年就过去了。钟晨感觉进步了，进步好多啊！这届长大了，我也终于长大了。我平时的生活其实比较简单，跳舞其实占据了我绝大部分的时间。他上高中的时候，我不给他跳舞，他可以跳舞，从来没给过去给他上过一节课，吃了是不少苦，自己奋斗啊。这个反应，好、okay, 啊，钟晨过去开始。看他很骄傲，他一人走来很不容易。钟晨马上要总决赛了，所以我们今天简单的聚一下。好。Down. Okay. Who? Yes, I have a little. Yes. You know? Yes. You remember this? Yeah, I remember. 去年还给我写了一封信，也是。I have a new one.Oh, I remember this. Yes. Lucky coin. Yes. Yeah, right. It's from you. Ah, thank you, Aki-san. You read. Wow. Wow, 这么多。耶，中国，中国。哦，这个我跟你讲，对，这我看着他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写的，那可真太厉害。第二机构，忠臣。我跟忠臣你第一次见面，应该是你19、20岁的时候。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你跳舞的时候带给我的那种深刻印象，那个时候你就有很好的技术力量以及 groove， 所以理所当然的那次我把冠军给了你。如果这次拿到冠军的话，之前给你上小课没给我的学费乘以100倍交给我一下。会括号开玩笑，你一定要夺冠哦，吉口忠臣加油 love Aki-san。 Yeah! Yeah! I feel powerful now. Yes! Yes! Yeah! Yeah! The dance is almost not changed. The dance is very good. The energy from the body is different from the last year. The year is very different. The year is the same, but the eyes are the same. It's like a child's face.Champion!Yes!Champion!Puppy、yeah! 这次完全的全是加分的点，好多一些设计都特别自然，每个人的表情每个人的状态都很有戏剧化。台上挑战 A 组的人是第一个忠臣，每次卡得好准啊，很淡定，很稳定。忠臣感觉进步了，进步好多啊！我为您恭喜忠臣。我觉得整体大家的状态都是统一的，然后都是非常欢快，也非常符合的音乐。这个作品我太喜欢了，穿的是非常古典的衣服，但是用的是最现代的舞台。最后吟唱的部分完全没有想到。我们一二三，一块喊。李忠臣，所有的事情一直都需要有人在默默的推进。我以前的话，因为都是哥哥们在做个事，对于我自己来说，可能跳舞这么久以来，人生这段路上收获成长最多的一次。有请忠臣带来总决赛作品《破晓》。好，准备，音乐。
谢谢，谢谢钟晨带来的精彩的表演。各位，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大师团代表和我们的队长来进行打分。与此同时，请我们现场有投票权的评审在我倒数之后做出你们的选择。如果你们喜欢这个作品，请将你们手中的黄色毛巾，黄色的三号毛巾，三号毛巾扔向舞台。来，三二一，请投票。好的，谢谢。接下来有请钟晨和我们的助跳的代表移步到我们的采访区。欢迎钟晨，欢迎阿 K 桑来到我们的采访区。我们先来听听四位队长怎么说。王一博队长。哦，真的真的很棒，非常非常棒。确实我跟庚哥一样都看得起鸡皮疙瘩了，真的很棒。其实钟晨在第一季的时候在我的街道，他那时候跳的是苗音啊，是不是跳的苗音？所以今天这次好像是也是跳一点苗音，真的太炸了。你一上去那个气势，整个鸡皮疙瘩，我跟他说我都起鸡皮疙瘩了，太棒了，编得特别好。因为一博队长跟庚哥其实是可能更直观的能感受钟晨的成长和进步的，因为在其他季当中也看到他的表现了。觉得刚刚总决赛肉眼可见的进步感受到了吗？庚哥进步太快了，就是一年一个样，一年一个样，尤其是今年就感觉更成熟，在舞台上更轻松，甚至在你已经学会在享受舞蹈，享受舞台。谢谢。我们来听听刘雨欣队长对于这支决赛作品有什么样的点评。我觉得是非常气势磅礴的一个作品啊，这个音乐也非常有原生态的味道。然后其实一开始跳了苗声，然后到后面其实有布谷鲁还有那个 popping style 都有呈现得很好。哇，就是今天的 popping 作品都是特别优秀，而且阿 K 桑一出来的时候又震撼了一次，觉得整个作品特别好看。我们来听听李承铉队长对于这支作品有什么点评。钟晨好帅啊，从开始那个画面，这个服装和那个音乐给的氛围很好看，我感觉这个是从上一次我看到的钟晨和 Rice Ball 的那个跟朝鲜族的那个民族舞的作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衍生的一个东西，就拿掉了那种民族舞的风格，但是你充分用 popping 这个元素来完成了这种传统那种中国风的一个味道，就是很好看，很棒。而且我觉得前面的 VCR 也是有一种衍生的感觉，你也是一种 battle for hope， 就像刚刚周玉祥的一个感觉，跟你的师父阿 K 桑也一起来，让我感到很多的温暖，很多的，其实舞蹈所有的舞者们，舞蹈是一个特别枯燥的一个行业，它是需要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很多的付出是没有被看见，就为了这几分钟在舞台上出了很多的汗水，我觉得你做到了，很棒。谢谢，谢谢轩哥。